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每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学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讲记。师长去年7月26号圆寂，但他老人家的法身舍利啊常住，我们能够啊升起警觉性，升起啊难遭难预想，那我们学习老人家的经教得到的加持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而老人家一代的实教，尤其他老人家强调佛法管用佛法不管用，我们学他做什么呢？佛是觉的意思觉悟了，什么事情都能处理都管用就像佛教导我们的万法因缘生，一切万法都是因缘所生，这句话我们听明白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只要从因跟缘上去转变，所有的情况都能不断改善，都能解决所以我们在学习老人家四十八大愿的讲记一开始第二页老人家就有讲到了，我们唯有明了真相才能够正确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我们眼前生活的问题与将来归属的问题这个归属尤其是死生四大这一生结束了去哪里所以我们这一次讲记的学习也着重解决当前的生活问题，我们假如现在当前的问题解决不了，这样解跟行就不相应了，自己的信心也会受一定的影响所谓信解行正我们不可能求一下子就证入法身大师的境界，但是我们只要理解师长一句教诲我们真正去行我们一定会有体证，我们一定会有受用，那随着我们有体证受用了，我们的信心会更强，解的就会更深，行的也会更彻底所以信解行证它是融在一起的就好像师长针对我们
娑婆界提出了一个妙法，对治烦恼很好用，念念为他人着想啊。其实这个都跟呢释迦牟尼佛的教诲高度相应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佛号释迦是能人的意思，能人呢这个仁爱心呢就是时时能为人着想，能够爱护他人，这个就是对治我们的自私自利啊。我们这个世间呢自私自利比较严重啊。那师长有妙法呢让我们能够时时提起念念为他人着想。那我们真正做他个三个月，在一切境缘当中提起这个心态。现在是2023年，我们农历这个癸卯年兔年呢刚刚开始啊，那新年要有新希望我们得真干，真把老和尚这些法药尤其是对治我们最严重的习气的法药我们要彻底去落实它。因为师长说的感情的污染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啊。修行呢从最难处下功夫啊，那其他的就不难了。尤其啊这个无常迅速啊，我们现在不从最难的下功夫，无常一来啊就轮回去了。所以印光祖师讲我们都被无常给吞了，无常一现前我们就投胎了。所以印光祖师指导我们矢志贴在额头上，我们今天想贪个东西了，哎呀说不定我下一秒就死了，那我不就堕恶鬼道了吗？这个很难讲的我们有朋友他的先生早上出去买早餐就没再回来了，就出了意外了，他自己他所有的家人没有人会想到出意外啊。所以不能贪啊。今天看到哪个人遇到哪件事嗔恚心要起来了，哇那矢志贴在额头上啊，我假如下一秒无常来了，我这个嗔心起作用了，那嗔心啊感的是地狱业报啊，哇那我就堕地狱去了，那我就太冤枉了。遇到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是一致，遇到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最后自己还堕地狱，那不只是对不起佛陀师父上人诸
善知识啊，也更对不起自己的佛性啊，自己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祖师这些教诲啊，精辟啊，我们能马上受持啊，就得很大的利益了。所以祖师有讲啊，闻教便行啊，我们闻了佛经，闻了祖师的教诲，马上去做，惜待更劝呢，这样的学习态度，这样的学人呢，不用人家劝呢，他马上做，马上就得利益了，很快啊，他就能够法喜充满了。所谓士味哪有法味浓啊，我们现在很容易被五欲六尘呢给吸引了，那代表我们这个法味啊尝的还不够。为什么没有尝到法味呢？尝的有限呢？我们没有依教奉行啊，真的做一句啊，就有一句啊真实的受用了，十字贴额头上啊，这个贪嗔痴慢不容易起来了。那我们今年当然不能勉强大家，我们自己觉得哪一句法语啊最对治自己的习气啊，今年得好好落实，不能再让一年呢虚度了。更何况我们修行之人呢，不使一秒钟空过啊，不使一句话空说啊，得要勇猛精进啊。华严经上说到啊，勇猛精进，度一切众生出生死海啊，代表勇猛精进的动力啊，在利益众生呢。所以大乘佛法慈悲为本啊，就像我们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呢，要时时提醒自己啊，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啊，要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我们真有这样的慈悲利众心呢，我们不容易懈怠。我们会想啊，我今天没有提升呢，我就帮不了亲戚朋友了。甚至于我今天还习气现前呢，就污染了亲戚朋友了。所以慈悲心要发出来啊，利众的心要发出来，我们每一天每一秒啊不容易空过了。那就像师长这一句，念念为他人着想，我们真去做了，几天之后啊就会感觉自己的烦恼少了，有受用了。因为念念为他人想啊，这个我就淡了，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啊，都是因为有我才起作用的啊，我贪我嗔不顺我意了，这嗔恨心啊
就容易起来了。所以当我们念念为人想了，这个是慈忍啊，用慈悲心啊修忍辱了，这个嗔恨心啊不容易起来。我们烦恼少了，啊，念念为人想啊，跟亲戚朋友冲突减少了，啊，哎，你去爱人了，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敬人者人恒敬之啊，你好多家庭人际关系啊就改善了，哦，所以佛法真管用啊，啊，我们得依教奉行啊，就有所受用，有所体证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学习啊，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啊，跟死生四大的问题。那师长啊，一开始啊，就告诉我们。有三部大乘经啊，是一乘圆教啊，华严、法华、梵网经，而这个华严经啊，是经中之王啊，但是华严经跟无量寿经一比啊，那无量寿经第一了。因为华严经末后啊，普贤菩萨劝请啊华严海众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华严跟法华啊也是无量寿经的导引啊，就好像一部经的序分一样啊。那我们学佛啊，佛法是教育啊，所以佛菩萨教学的手段呢，非常高明啊，艺术化的教学，那我们得看懂佛菩萨的表法，甚至于我们得看懂祖师。还有我们自己依止的啊善知识啊，我们师父上人的表法，我们都得看懂啊。哦，就像普贤菩萨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哦，所以普贤菩萨是普贤王啊。他修的是菩萨的顶法啦，但是他都劝我们要倒回极乐世界呀。啊，《无量寿经》末后讲到了，啊，这个法门是行超普贤，登彼岸呐。啊，那我们要珍惜普贤菩萨给我们的表法，他老人家。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发愿呢，啊，愿我临欲命终时，净除一切诸障碍，啊，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那我们在跟大家研讨的过程呢，我们也讲到了善导大师啊，那他老人家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善导大师讲到了释迦所以兴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啊。啊，释迦如来出世最重要的就是要宣说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就是要介绍阿弥陀佛，介绍极乐世界，让我们懂得求生
净土啊。那我们也要看懂善导大师的表法。好，那确实依照善导大师所讲啊，那华严法华啊，真的就像一部经的序分呢，啊，无量寿经的导引啊，引导我们呢入弥陀的愿海，啊，修学呀，念佛法门，啊，所以连偶益大师。那偶益大师也是很特殊的祖师啊，我们在2000多年的汉地佛教当中啊，能通一个宗派的祖师啊就不多了，但是偶益大师啊，哇，他是各个宗派包含律宗，他老人家都有很多注解啊，著作等身啊，哎，他老人家最后表法了，生了病啊，哎，觉得，这个时候啊，经教啊不是很得力了，只有这句佛号啊能提得起来啊。所以那一次大病之后啊，偶益大师加了一个号啊，叫稀有道人啊，西方真有啊，哦，他通经啊，通教啊，连戒律啊，他都是祖师啊，但最后都给我们表演了，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包含我们近代弘一大师，他乘船南山律，他老人家都说啊，这个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要啊，舍此不服啊，非愚即狂啊，阿弥陀佛这个阿且陀要啊，你不这个法药不吃啊，就是不老实念佛啊，不是愚昧啊，就是太狂妄了。啊，这些祖师都是慈悲啊，怕我们走弯路啊，怕我们误了这一生呢，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土难生的因缘呢，所以我们得看懂啊，他们的良苦用心呢，哦，尤其啊，师长老人家，他专弘华严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也常常提呀，啊。我听黄老讲经的时候，多次都提到师父上人了，说这净空老法师啊，他也是被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的。哦，所以师长自己也讲啊，他弘法，尤其弘大乘经啊，华严经。有一天他自己就是在想啊，他最佩服的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善财童子啊，他就思维了，哇，普贤菩萨发愿求生净土啊，文殊菩萨也是发愿求生净土，善财童子53参啊，从一开始德云比丘，那就是修念佛的佛力三昧啊，哎，到普贤菩萨，你看从头至尾啊，至始跟至终
都是修念佛法门。哦，所以老人家啊，这样思维过后啊，之后就专弘净土了。哦，那师长啊，有一次啊，是在讲啊内典讲座啊，在指导啊四众弟子啊，啊怎么弘法啊。啊，陈德印象很深呢。啊，老人家说到了，什么叫师承呢？啊，就是当老师的人呢，啊，自己走的弯路啊，不让学生再绕这个弯路了，这叫师承啊。所以老和尚，啊，他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他老人家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一件事啊？就是让我们学生啊，不用绕这个弯路了，直接了当啊，学净土法门啊。哦，所以刚好我们上一节课啊讲到啊。啊，这个第四页、第五页，啊，讲记当中提到了，华严法华虽然是了义一尘呢，但并不能呢，普摄一切众生的根性。好，佛说《华严经》的对象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中下根没分。讲到根性了，这里也提到《法华》亦复如是啊，中下根没分。六祖坛经里面讲到了，禅宗皆上上根人，而我们冷静感受感受，在我们眼前，我们上一代陈德还可以看到上两代，我底下还可以看到两代人，上下加起来五代人啊，我们观察一下眼前啊这五代人啊，从师长啊到七十岁左右的，到陈德啊，到二三十，到现在小朋友啊，那下滑的速度啊很惊人啊。师长为什么不辞劳苦？为什么他老人家说我牺牲生命啊，都要把传统文化沉传下去？他老人家知道啊，没有文化，人堕落得太快了，不忍众生苦啊，不忍圣教衰啊。老人家说到了，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啊，文化没有传承呢，一代人不如一代人，没了灵魂了，变成追求功利享乐的行尸走肉啊，而且还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想想诸佛菩萨，想想我们的老祖先，看到我们的情况啊，真是流眼泪啊！所以看人的根性啊，
堕得非常厉害啊。当然师长也劝勉我们一定啊要尽力把文化复兴起来，而且还提醒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啊，这要三到五代人锲而不舍，你太着急了，欲速则不达。太着急了，办一些活动啊，就觉得可以复兴文化了，会弄巧成拙啊。太着急了，会忽略君子务本啊。要从根本修啊，要从根本去弘扬啊，得要下扎根的功夫啊，得要下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啊，不是一下子就跳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这个不能冲动的啊，一冲动了，修身齐家忽略了，就要治国平天下，最后变成表不了法了，给大众不好的示范了。好心最后适得其反。哦，所以师长提醒我们了，不能操之过急呀。我们希望再过几代人，能够再出师长老人家这样的高僧呢，出在家人能出像夏老黄老这样的大德啊，我们这几代人呢做铺路石啊，让后面的都超过自己啊，而毕竟啊我们到了末法时期了，这个根性啊在退步啊，不要说上善根呢，也不要说这个善根呢，这个中下都不容易啊，在这样的时节因缘，就像大集经当中说的，末法时期啊，异异人修行啊，罕异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根性退了，要靠自己的能力出轮回啊，几乎不可能啊，得要靠佛力啊加持啊。所以黄念老说到了，他说我斗胆的说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只要不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一生要了脱生死啊，不可能啊。这是黄老的慈悲啊，同时也是啊，彰显了弥陀慈父的慈悲啊。我们看到三辈往生，上品、中品、下品，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三辈后面还有啊，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修大乘法门啊，不是修净土啊，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只要他肯把修学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都能往生。所以净土法门广大，阿弥陀佛愿力宏深啊，九界导师啊，那末法时代啊，更显净土法门的重要，所以我们
从看到啊，华严法华不能普摄一切众生，我们就延伸到啊，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净业导，我们专修净土是净业，黄老这些教诲啊，就是我们最好的指导啊，最好的引导啊，我们能把他这一本净业导啊认真学习啊，诚得相信啊，这个真性切愿呢、啊、这个性愿行啊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啊，会使劲脱心啊，不再去贪求什么法门了、啊，更不会去贪求世间的东西了，啊，死心塌地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哦，所以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啊，这个法门呢，六个特色啊，稳当、稳、易、容易、普、普摄。十法界一切众生，上到文殊普贤圆教等觉菩萨，下可以度地狱众生，甚至于啊，造作五逆十恶极重之罪，立刻就要堕地狱了，佛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这个法门普度啊，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个念佛法门可以做到啊。哦，还有妙，这个法门妙，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江卫龙居士说，这一句佛号啊是行深般若，是这个巧入无声，无意念实相啊。好，那我们待会净业导的学习啊，这个持名念佛真的跟持实相念佛啊没有不同啊。哦，还有顿啊，这个法门很快速啊，顿超啊，哦，还有圆啊，这个法门非常圆融啊，行圆理圆，包含修学的成果，果也非常圆。哦，那我们提到稳啊，这个时代啊，修法门呢啊，比方啊，这个啊，我们举的虚云老法师啊，他都说到啊，密法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啊，但是啊，他都提到西藏戒律啊比较废弛了，现在各地啊那更不行了啊，所以有的行程卖法啊，你只要拿足够的钱来啊，就教给你个什么什么法，自己封为上师啊，随口胡说，存心骗人，如何如何，使得本来是一个殊胜的大法，现在成为危机四伏的显露，所以，黄老自己说了，我自己虽然学密啊，但我不劝人呢、啊。轻率去学密，老和尚说啊，密法是大乘佛法的研究所啊，你得有一定的基础啊，才能学啊，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学的。尤其啊，我们看到这个稳当，这个稳字啊，
佛强调到了末法时期呀、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代表邪的比正的多啊。尤其承德初学佛，听到老和尚说：“哎呀，众生现在啊，听骗不听劝呐、啊，认假不认真呐、啊。”所以啊，末法修行啊，太多的歧路显露了。所以我们看黄老引了虚老，包含他自己现身说法，真的是慈悲，让我们要掌握住这个稳当的法门啊。他还引到十往生经，我们真念佛啊，阿弥陀佛啊，请二十五大菩萨随护行人，这个魔啊，障碍不了啊，这个法门稳当啊，所以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坐若业，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啊，没有魔障啊。第二个特点呢、啊，易，容易修啊。首先第一个呢，持名易修啊，你小孩子叫他念阿弥陀佛，一教就会了。很多一字不识的老太婆就念阿弥陀佛，得到很好的结果，人人都会啊，可见容易啊。印光祖师在文钞当中，后面有弟子啊，很有心呢、啊，将文钞当中有关家庭教育的部分呢，编成了《天下太平之根本》，里面呢，印主指导啊，小孩子一会说话，教他念阿弥陀佛啊，看到这里觉得应主慈悲啊，我们是酬业而来啊，都带着过去生的业力啊，小孩子这么单纯呢、啊，他有赤子之心呢、啊，他来念这句佛号啊，能消不少业啊。观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真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真的听到应主这个教诲，真去做的父母啊，这个孩子真是得大利益了。他那么小念佛啊，很多他这一生的这些业力劫难呢、啊，念着念着就转掉了，包含他身心呢、啊，都得到很大的加持，身心健康啊。那我们也提到，祖师们说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净中净又净，第一个净啊是大乘佛法，第二个净啊，是禅宗，第三个净啊，是净土宗。这《大集经》说的，若人但念阿弥陀啊，是名无上深妙禅。所以它是最快成佛的，所以容易啊。我们看这个黄老讲到啊，
众生的心呢、啊、是生灭心，念念生灭。我们自己观察自己的念头啊，就有感受了。那我们念佛啊，可以从这个生灭心下手，那就容易了。至于其他原教的法门呢、啊，举个例子，譬如《圆觉经》，说到啊，以生灭心而辨圆觉呀、啊，辨是分辨的辨，彼圆觉性啊，即随流转呐、啊。可见呢、啊，拿生灭心想去分辨圆觉呀、啊，那圆觉之性啊，就随着人的生灭心而流转了，也就有生有灭了。所以虽然这些原教的经典原教的法门好啊，可是我们以凡夫心啊要去修行啊，不容易下手啊。唯有超胜独妙不可思议的念佛法门呢，可以从众生的心下手。好，所以黄老又说到了，持名一法，最契时机。盖此法门呢、啊，不废世法。哦，你还是可以在家庭敦敦敬分呢、啊，在各行各业敦敦敬分呢、啊，不废世法而能证佛法。哦，那黄老也是我们的榜样啊。他是大学教授啊，他也证佛法啊。我们看老和尚讲的，老太太啊，子女啊，移民到美国了啊，他跟着孩子到了美国啊，照顾家庭啊，哎，结果后来。这个念佛得力了，往生了。他的孩子孙子回到家，看到他连这些孝服啊都自己做好了，不废世法，证佛法。不离佛法，可以行世法。因为啊，持名一法，随时随地啊。可行啊！哦，不需入山潜修，闭关宴坐，与有益世间之事啊，能可进行呢、啊。哎，世间我们有缘呢、啊，随缘随分，做一些利众的事啊。所谓正住双修啊，啊，正修持名念佛，住修啊，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啊，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但是我们自尽其意，啊，我们不求世间果报，不求来世果报。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极乐世界。哦，那这个正住双修啊，功德圆满了。哦，而且我们不求世间果报啊，我们只求求生净土。啊，所做一切好事啊，都是功德啊。哦，所以只要深信切愿。一向专念，若不得闲，我们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呢。下至行十念法，每天十念法，或临终十念一念，皆可往生呢。
所以啊，说是不废事法。家庭、社会的本分还是在敬啊，不废事法，可以当身成就，正佛法。又大乘宗旨，好，那当然哈，没有时间呢，可以行十念法。但在做事的时候啊，在尽家庭跟工作的本分呢，我们也是要啊，心中有佛法，处事待人依佛法的教诲来做。当然，不用思考的时候啊，老和尚指导的佛号要提起来啊。不能每天忙忙忙，都陷在事里面了，烦恼越来越多。那一天才十念法，那这十念法哪怕是念十口气啊，我看脑子里面还是一大堆。这个家里工作上的事了，所以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佛法。又大乘宗旨啊，是庄严国土，利要有情啊。这大乘呢，慈悲为本。所以宗旨是要庄严国土啊，利益众生啊，利要有情。因持名念佛啊，最为方便。故于当前人民啊，亦因随缘利乐。现居国土啊，正好一并庄严。这个是不妨碍的，所以就像师长劝勉我们，我们现在刚好在这个世间呢，我们呢要把传统文化承传下去。师长还说啊，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因为5000年中华文明没有出现文化沉船的危机呀，现在是危机存亡之际了。我们肯尽力，尽力就是圆满功德啊，尽力来沉船，那当前后世啊得利的众生呢就太多了，第一等好事啊。所以我们修学的功德庄严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要庄严我们这个世间呢。而且就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榜样啊，他老人家到我们五浊恶世啊度众生啊，他是难行能行啊。所以十方诸佛各诸广长舌相啊，赞叹释迦牟尼佛啊，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能于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视为甚难。大家想一想啊，一切诸佛在赞叹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用现在的话叫点赞呢、啊。哎呀，你肯做这么难的事啊，佩服佩服。所以释迦牟尼佛做这么难的事啊，一切诸佛都赞叹。那我们现在也做这一件事啊，在末法时期
尽力把净土法门呢介绍给众生，啊，把正法承传下去。这样的行为啊，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难行难能行啊，功德大啊，当前呢也庄严娑婆世界啊，所以可以一并庄严呢，啊，可见呢，敬业行人乃是啊不离佛法啊，可以行是法，啊，庄严世间呐，啊，所以足证啊，足以证明啊持名法门呢，契合时机呀，无能过者。最契我们这个时代的机呀，哎，这些是提到啊，持名啊容易修啊，啊，这是第一个容易。第二呢，净土易生，净土啊能往生啊，啊，就像印光祖师讲的，啊，往生极乐世界。比下辈子当人容易呀，啊！下辈子当人啊，啊，这个五戒十善呢，啊，得要打个七八十分呢，啊。哦，所以黄念老很会譬喻哈，哦，啊，我们当父母、当老师啊，甚至当领导啊，也要会讲故事啊，会譬喻啊。不然你都讲道理啊，人家听五分钟就睡着了。哦，哎，讲道理啊，有点抽象啊。哎，一譬喻，哎，他马上就有感觉了。尤其这个譬喻啊，哦，又跟他很有关，他人生有体验过。啊，哦，哎，黄老说的，啊，哦，譬如要考首都，啊，医大。首都医学院大学啊，要求要490分啊，这个应该我们大陆同修听起来就很亲切了，我在台湾听这个就有点听不懂了。哦，不过大陆同修有十几亿啊，十几亿优先，这个比喻哦，哪个地方多先优先的哦？黄老说的。你450分，你没考上了，啊。哎，包含还举了《药师经》啊，这个《药师经》里面提了，药师如来啊，若人念啊药师佛名号或者《药师经》。药师如来啊，在这些人临终的时候啊，派八大菩萨护送往生极乐世界。哦，这个很有趣吧？啊，因为这个学校分数比较低啊。哎，哦，所以黄老这里举了，阿弥陀佛那个学校啊，投考的人呢，啊？只要考150分就可以录取了。好，当然你交白卷了，啊，不行啊，不能录取了。哦，只要学生呢，啊，考150分啊就录取啊，一般的只要肯用心啊都能达到啊。而且只要考进这个学校啊，啊就没有降级的了。没有开除的，保证个个都是博士，都是大科学家，啊，都大成功，啊，保险你成功，啊，我们说上了保险了，啊，这个就是说啊，个个成佛啊，啊，所以阿弥陀佛是大愿王，啊，他广收。他招收啊极广，
教育手段呢、啊，极精啊。他极乐世界六层说法，去的人随时进步啊，所以凡有来者必定成功，所以这个学校我们要去啊，所以一切诸佛都劝他的学生到这里来读书啊，容易成就，成佛最快。这个是啊，净土一生。我们看呢，第三呢，佛道一成。哦，他这个容易啊，谈了好几个角度啊，容易持名，容易往生，再来佛道啊，容易成就。首先啊，假啊，他这个佛道容易啊，又分好几个角度给我们分析呀、啊。第一个呢，假是恒劫生死啊，一般我们修行要出轮回啊，这里比喻到了啊，就像一只虫啊，在竹子里面，它要出来啊，它要咬破好几节之后出来了。就像我们要断见思烦恼啊，要见惑88品，思惑81品啊，你都要断了、啊，才能出轮回啊。但是净土法门呢，它不是速出，不是一节一节咬破，它横出，它只要咬破。一节就好了，当然横出啊相对硬一点了，但是只要突破了，就可以横出三界了。这个是啊，谈到啊，可以横劫生死。这里啊，黄老提到了，一般呢、啊、要出生死啊，顺着出来的得断尽了见惑思惑，我们顺着黄老的引导啊，感受感受啊，速出三界的难度。佛有譬喻啊，要靠自力了脱生死啊，断见思烦恼，犹如瞬间呢、啊，把40里的瀑布截断。承德曾经去这个多伦多啊，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瀑布啊，看了傻眼了、啊，那个水流量好大、啊，再想想40里啊。那怎么断得了啊？那是比喻啊，我们在无始劫的轮回，那个见思烦恼的念头啊，哇，就跟那个40里瀑布啊，根本那个量太大了，抽刀断水，水更流啊。所以应主啊，这个黄念老分析到了，要断见惑啊，得小乘的出果啊，很不容易。见惑、缠缚啊，这个见惑困住我们很深呢、啊。第一，这个见惑分5大项啊，第一个是身见，错认自己身体是自己，对于身体啊，很爱护。想维持这个身体，想修炼这个身体，都是身见。外道啊，都是在身见里头。要怎样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要怎么样保养肾胎，怎么炼丹，怎么通周天，都是你身体里的事啊。这是身见啊，身见不破啊，见惑中的头一项就没破。哇，现在好多人谈修行啊，都陷到身见里面去了。所以人师难逢啊，像老和尚，像黄老、夏老这些善知识不容易遇啊。第二是边见，要不就是有，要不就是无，落到有无，落到两边去了。要不就是正，要不就是邪，要不就是心，要不就是物，你看心跟物分开了，其实是不二的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物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啊。所以通通落到边界去了。这个近代科学家就把它分成心啊跟物分开来了，我们很多思想观念都落到边界了，把这个世界搞得越来越乱了。你看环保问题能离开心吗？你不找到这个根本是心的问题，很难解决啦。所以边界呢落两边了。我们佛教教我们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三者啊是没有差别啊，佛是最平等的啊。《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呢，消除了对待，消除了落两边啊，落边见啊。接着还有邪见呢，不同于佛的见呢，就是邪见。还有见取见、戒取见，就我们看似容易形成成见的，都在见惑里面的。见取见呢，从因推果推错了，戒取见从果推因。推错了，其实我们很容易犯这两个问题啊。在总结自己人生的经验，不依照佛经啊，自己就下一个结论了，很可能就落入啊这个见惑里面了。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修道有禅定功夫了，他就看呢、那头牛吃草，后来这头牛死了，神是升天呢、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吃草可以升天呢、后来他就开始吃草了，最后没升天了。这个就是从果推因推错了，他去吃草啊，整天吃草啊，也不孝顺父母了。好了，他都堕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啊，不能随顺自己的看法啊，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啊，不能随顺啊，烦恼习气了。所以念老说啊，以上有五种见惑啊，再有贪嗔痴慢疑五样，都属于见惑。这里要进一步讲啊、要把粗的，就是粗的贪嗔痴慢疑，还有五种见惑啊，
都断了，财破贱货，得出国。代表出国啊，连出的贪嗔痴慢疑啊，都有扶助的功夫喽。然后再把细的贪嗔痴慢，哎，色界天、无色界天的这些贪嗔痴慢都断了，这个失货才断了。好，所以见货、失货都断了，是漏净。这个漏是疑惑，这些都断尽了，得漏净通啊，才出六道轮回。这个是速出啊，所以黄老说啊，你想啊，难不难啊？咱们贪嗔痴，哎，大家自己想一想，敢说断吗？哎，生气不生气？哦，我们每天生不生气啊？啊，一句不好听的话，马上就分别了。马上嗔恨心啊，就起来了。好，买东西刚排到我这，买买买，哎，刚好人家关门了，不卖了，或者卖完了没有了，很遗憾，可能情绪就上来了，啊，这就是贪嗔痴啊。好，买东西挑好的。可能就有贪呐，啊，黄老还举了一个榜样，哎，正果老法师买东西呀，坏的他就要，他说啊，我不要就会留给别人呐，哦，我们看到这个榜样要效法了，哦，所以以后团体吃饭。哇，这个很喜欢吃啊！看看后面还有人，少吃一点，留给后面的人。哦，所以何处是道场啊？啊，处处是道场。啊，在境界面前，这个贪嗔痴越来越淡了，这个是会修行了。哦，所以正果法师啊，这个就不是贪心了。但是说一切处啊，贪嗔痴都没有了，很难做到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是待业啊往生，啊，待这些惑业往生呢，啊，这些惑业不需要你破，你只要真身正性，发了正愿，你还念佛求生净土啊，就可以往生。所以藕益大师说的往生与否啊，在信愿之有无，而且往生呢，就是出生死啊，这个就是最甚方便了。所以黄老的墨宝写道啊，老实持名，全摄佛德啊。哦，那这里就要讲到顿了。为什么这个法门很快成佛？因为它是从果起修啊，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啊，啊，成佛快啊。哦，所以全摄佛德啊。黄老另一句写道啊，深具性愿，很深具足啊性愿，决定往生。这个都是依据啊藕益大师教导的，往生与否在性愿之有，往生的品位在持名的深浅。你看这个话里面都很有味道啊，持名深浅呢，不是念的多少，
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但是大家听了这个，不能又落入一个执着，那我不用念很多了。哦，真正明白了，老实念佛，全摄佛德啊，那就分秒必争了。而且啊，这个夏老黄老都提醒我们了，若要佛不离口啊，先须诸不离手啊。我们没有这个佛珠按着提醒啊，就容易失念了，失了正念就想其他的，这个按一下按一下，提醒自己要念佛啊。所以黄老这些话都是劝勉我们多多益善啊。应祖说的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啊，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所以我们这个癸卯年新的一年到了，我们落实啊，念念为他人着想，我们正住双修啊，所以佛号啊也要越念越多，多多益善。所以大家今年啊立一个目标啊，我们立的目标啊不容易懈怠。当然立了一个目标啊，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哦，随时要知道是心去做佛，所以这个心啊，都要在身心的放松的状态啊，不是这个烦恼的状态。所以之前看到这个偶益大师啊，有一篇开示啊，这个念佛是六度啊，里面谈到或三万或五万，偶益大师三万起跳的。哦，黄念老说的，不念一万了，不叫念了。因为我们佛号不多啊，那就都是妄念做主了，所以我们能念个5000、10000，然后慢慢增加，只贵愿力强啊，哪怕妄想多，随着佛号越来越多啊，妄念就越来越少，烦恼轻啊，智慧就长。智慧一长啊，家里工作的事啊，就越处理越圆满。所以啊，还是要把念佛摆第一啊，心越清净了，才能解决问题。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